近日，目前国内发展的最平顺的女团硬糖少女303突然传出内讧传闻，且还是人气最高的陈卓璇与张一凡，令大众大跌眼镜。令网友们猜测内讧的起因，便是张一凡居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取关了陈卓璇。要知道，成团后俩人时常在网络上分享亲密合影，加上张一凡是团内年龄最小的成员，相比于其他成员来说，陈卓璇对他更是照顾有加。虽说在取关不久后，张一凡又重新关注了陈卓璇，但陈卓璇随后在个人账号上更新的一句“把真心留给懂得珍惜的人吧”，似乎是对张一凡取关后又重新关注的做法的回应。一时间，令不少网友纷纷猜测，如此明目张胆的做法，是否是因为彼此发生了矛盾或争吵？不过，无论外界如何猜测、议论，俩人都没有明确的回应，目前为止也没有如往常般晒出亲密合照力破谣言。但自2020年通过能量女团成长综艺节目《创造营2020》选出七位选手组成组合硬糖少女303后，经纪公司也一直努力为组合安排推出音乐专辑，如《硬糖定律》《了不起的女孩》等。同时还安排全体成员一同参加综艺节目的录制，除了组合团体综艺《硬糖少女 Bonus》外，还有《姐姐妹妹的武馆》《青春环游记》第二季《超新星运动会》等。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组合的第一场演唱会早已经举办。但想必网友们也都发现了，硬糖少女303虽说推出了不少歌曲、专辑，也参加了热门的综艺节目，不过如今还是未能真正大火起来。至多只是张一凡、陈卓璇、刘些宁能被大众所熟知，且演艺资源方面也越来越好。尤其是令许多人都没想到的，原本在创造营2020中正好处于第七名，成为硬糖少女303第七位成员的张一凡，不仅是如今能参加多档热门综艺节目的录制，还是能接演影视剧的成员。因为从小就开始学习舞蹈以及钢琴、古筝等乐器，所以张一凡在17岁时便能以专业第一名的瞩目成绩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舞蹈表演专业。而后来在机缘巧合下到电影《少年的你》剧组试戏，没想到此前未接触影视剧表演的他，凭借自然生动的演技获得了电影中的胡小蝶一角。那一年才19岁的张一凡还同时参加舞者竞技节目《舞蹈风暴》以及历练演员台词功底的《声临其境》第三季。由张一凡还没参加《创造营2020》节目，加入硬糖少女303组合前，就已经在演员、舞蹈等多方面发展，便能看出，哪怕离开了硬糖少女303，他也依然能在演艺事业方面继续发展。如他单独参加的演技竞演类综艺节目《我就是演员》第三季，虽说未能站到最后，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自己的演戏天赋。或许是因为发展的越来越好，加上最近因为曾取关陈卓璇事件，使得张一凡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也就是在此时，不少网友们发现，原来此前杨幂进行的椅子下腰挑战中，张一凡其实也曾做过相似挑战。只是后来不少网友对如此高难度、有一定危险存在的活动颇有微词后，才没有引起模仿风潮。而在张一凡此前挑战椅子下腰的照片看来，拥有多年舞蹈功底的他毫不费力便完成了挑战。不过有一些细心的网友则发现，虽说张一凡完成了挑战，但在过程中却忘记穿的是短装，随著动作使得衣服移位后，肋骨上的痕迹实在太抢镜。虽说女明星大都是十分纤瘦的身材的事情早已经众所周知，但看到张一凡因为过于纤瘦，肋骨极为明显，令网友们纷纷感叹，女明星也不是谁都能胜任的。